大家好，东北石老师。这我们集集本地啊，是下了一场大雪，这场大雪下的真不小，这所有的种地啊，已经都让大雪掩埋住了。今天呢，这场地啊，终于清开了，终于来给朋友啊种了几个峨眉，看看这大雪过后，这峨眉啊现在是什么状况，什么价？看这大雪下有多大，下能有半米深。这是来到峨眉场啊，来装峨眉。这现在啊，刚清出来场地，这现在高速公路也开通了。我们当地啊，进的都是混煤，峨眉啊都是混煤，化合面在一起。但是呢，峨眉啊，比我们本地煤啊分得清，可以给你做过筛子，可以过那个震动栓，化合面啊分得非常清。这是6000卡的峨眉，这是进的深井煤，滴流。在我们本地啊，叫做柴煤一类的，往都是白水，没有下货。这个煤啊，烧的是没说的。这个煤价和那个下雪前呢，没什么太大变化，现在还是1050。峨眉是这样好分得清，这俩是三个面儿，峨眉面。这峨眉面也不是那么面，这都是自筛出来的。这峨眉面现在还是比较便宜的，现在是800。你看这个峨眉面，颗粒多好，这是一筛子，其实很脆的。这是6000卡峨眉，筛出来要3只，这和6000卡峨眉一个价。这个就是筛出来的峨眉大块，大块，能量，看大块，这一块石头都没有。这个是6000卡的，看着进的这个混煤。进的时候啊，有人看有湿袋的、草袋的、破木头，那这个东西就得经过筛选，到用户的手里啊，这就干净了。有的朋友说这个湿不湿？像现在这煤没有湿的，这个外水啊不大，但是这个峨眉啊，相对我们本地煤来说，内水大一点。看了大煤堆，现在啊这本地啊煤是有，这头一段时间呢下雪运不出去，这现在啊这雪停了，这开始就能运输了。现在装车就这样好，要啥给你装啥。这边块大，你看这边给挑块装，挑点块，就给挑点大块。现在啊起风了，天阴冷，这下完雪呀，起风了。这本身就塞一遍了，这块再给塞一遍。你要什么样煤，给你装什么样煤。看大块，看块好不好？啊，这么大块都给塞出来了。这现在呀，高速路雪呀已经清差不多了，高速路也开了，现在运输呢就能运输了。在这里多说一句，朋友啊，就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为了家人的幸福，天冷路滑，请注意啊交通安全。这刚下完雪，这峨眉货场啊清出来了，今天呢来给朋友啊装点峨眉。现在这峨眉呢，这价格呢和下雪前呢没什么变化。现在呀，是这个天冷路滑，这个市民朋友啊，为了家人的幸福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注意啊交通安全。现在这煤啊，又可以开始能往外运了。本地的煤在运输的时候，我再给大家呢陆续分享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